作精神，等候上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大家早安。早安。在今天的福音，我们将听到耶稣为自己做见证。犹太人一直在问：“你所讲的，我们应该是怎样的去相信呢？”因为犹太人需要人，需要至少两个人做见证。那耶稣说他自己的见证也可以被接纳、被相信的。我们在每天的生活，我们听了天主圣言，我们可能也是像这些犹太人一样，我们拒绝，我们还需要一些的证据才能相信。我们在天主面前祈求天主宽恕我们。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赏赐我们常能遵行你的旨意并侍奉你，使你的子民在我们的世代无论直和良上都能与日俱增。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攻读户籍记。以色列人离开何尔山，循红海的路进行，为了要绕过厄东地区，在路上人民不耐烦起来，抱怨天主和梅瑟说：“你们为什么领我们从埃及上来，要我们死于旷野呢？这里没有食物，也没有水，我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上主叫火蛇到人民中间，咬死了许多以色列人。人民来到梅瑟面前说：“我们犯了罪，抱怨了上主和你，请你转求上主赶走这些蛇。”梅瑟就为人民转求。上主对梅瑟说：“你造一条火蛇放在柱子上，被毒蛇咬的人一看见铜蛇必能生活。”于是梅瑟做了一条铜蛇放在柱子上，被蛇咬的人一看见铜蛇就保全了性命。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求你俯听我的祈祷，愿我的呼声上达于你。上主，求你俯听我的祈祷，愿我的呼声上达于你。上主，求你俯听我的祈祷，愿我的呼声上达于你。我遭难之日，求你不要转面不顾我。
我呼求你时，请你快快俯听我。上主，求你俯听我的祈祷，愿我的呼声上达于你。上主，万民必敬畏你的圣名，普世列王必尊崇你的光荣。那时，上主必把西翁重建，必在光荣中显现。他并垂听穷人的祈祷，必不轻视他们的哀告。上主，求你俯听我的祈祷，愿我的呼声上达于你。要将此事记录传于后世，使新生的子民赞美上主。上主从至高的圣所俯瞰，由高天之上垂顾人间，请听俘虏的哀叹，释放待毙的囚犯。上主，求你俯听我的祈祷，愿我的呼声上达于你。主耶稣，我们赞美光荣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光荣你。种子是天主的话，播种者是基督，谁找到他必将永远生活。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光荣你。主耶稣，我们赞美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我要去了，你们要寻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自己的罪恶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犹太人便说：你说我所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莫非他要自杀吗？耶稣说：你们属于下界，我却属于上界。你们属于这个世界，我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死在自己的罪恶中。的确，你们若不相信我，就是那一位，就要死在自己的罪恶中。他们就问耶稣说：你到底是谁？耶稣回答他们说：我不是从起初对你们说过吗？关于你们，我有许多事要说，要谴责，但是派遣我来的是真实的，我从他听来的，就讲给世界听。他们不明白耶稣是对他们讲论父，因此耶稣说：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便要知道我就是那一位，并且知道我凭自己不做什么，我凭自己不做什么事，我所讲论的都是依照父所教导我的，派遣我来的与我在一起，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讲这些话时，有许多人信了他。上主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大家早安。大家早安。
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听过耶稣，他说他的工作有很多很多证据，他自己做见证，若翰也为他做见证，他的工作也为他 做见证，经师就是圣经为他做见证，梅瑟也为他做见证。虽然他已经讲了很多很多证据，很多很多方面的为他作证，如果我们算已经超过了两个，有五个了，但是犹太人还是一样不相信，到今天也一样，他们在问耶稣，你有什么证据让我们可以相信。上个礼拜我们所听到的，耶稣说他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你们可能不相信，可能不平信，是第一次他为自己做见证，所以他就找了很多很多证据在给这些犹太人听，跟他们讲。今天他就说了，我自己所做的，我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你们也应该可以相信的。但是如果你们还是不相信，我告诉你们，还有一个人为我做见证，那这个人你们看不见，但是我明明跟你们讲了，你们不会相信，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所以他就说他的父亲也为他做见证，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满全他父亲的计划，他父亲的旨意。我想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也听了很多耶稣跟我们讲的，我们可能也是一样，像犹太人，像这些法利赛人，需要证据，我们需要一些的证据才相信。很多可能有人来跟我们讲什么，那你给我一个什么凭据我可以相信，耶稣也是一样的，这些的证据我想都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面前，我们的身体身世也是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我们有很多很多 的证据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否比犹太人，比法利赛人应该是更进一步的，更容易接纳天主的话呢？接纳耶稣基督向我们所说的话呢？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棉饼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请大家祈祷，万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
祭台上的这些礼品是你所赐予的，为显扬你的圣名，我们再呈现给你，求你悦纳，使成为治愈我们的良药。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必能使人得救。因为你的圣子受苦受难，拯救了世界，促使我们赞颂你的伟大。你借十字架的大能，显示了你对世界的审判和被钉十字的胜利。因此，我们随同天使和所有圣人，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使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催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教宗方济各、我们的宗主教若翰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催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催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催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对于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主圣总督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俯视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刚进入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您主有，主说，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基督身体，基督身体，基督身体，阿门。基督身体，阿门。基督身体，阿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你赐给了我们天上之粮，求你使我们常日心举行这神圣的祭献，好能向天国之路日益迈进。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门。主派遣我们去传报福音，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决定